匆匆浮生何所寄，悠悠岁月走不尽。金门的金城镇上，一位老太太走在古老的石板路上，也走在光阴，走在岁月，走在人生的梦境里。光线穿过曝晒的衣服，白云、古井、古厝废墟交织成一幅仿佛时空交错的画面。午后斜阳懒懒地洒在斑驳的墙上，剥着花生的村妇眉宇之间满是知足，满是安详。古老石与玄武岩块叠砌出来的防风民宅，人去楼空，杂草丛生，却在四时节气中自然流转，迎接春的缤纷，夏的奔放，秋的萧瑟，冬的沉寂。冬日的午后，阳光斜过屋角抖落下来，映照在老人家的脸上。拄着拐杖，沿着石板阶梯艰难地爬着。晨雾中的金宝山，当光线穿过一尊尊佛像，一股浑厚的力量就这样悠然弥漫在空间中的每一个角落。禅是宗教的灵魂，文学和艺术的生命。这广大的世界上，所有的生命都是尊贵的，都具有各自生存的价值与意义。而各类物种之间又是相互关联、相互依存、相互成长的，这是大自然中最奥妙美好的特质。或许是个机缘，让我走入摄影的天地，借由相机配合心灵和眼睛，得以有全新的领悟和开阔的视野。原来天地间有如许细致、精巧、美丽和温暖。抓住观景窗浮出景物的那一刻，是按下快门的最佳时机。拍摄人文题材，首重自我的感觉与心灵的沟通，选择最好的角度，捕捉瞬间的动感及造型，用善感的心灵去观看人生路途上的一景一物，都具有深沉高远的意境。保持内心的清澄宁静，以欣赏的眼光去关照万物，生命中处处是惊喜，时时有感动。生命不是目标，而是一段旅程。人世间的变幻无常，赋予这段旅程无穷的生命力。而生命有如绽放的花朵，需要耐心的灌溉，使其不断成长。记忆、梦、想象，让世界更加真实，人生更加美好。艺术是生命的精华，摄影是人生的记录。懂得艺术是一种生命修养，学习摄影是一份人生理想。我的生命因为艺术而丰富，我的人生梦想因为摄影而得以实现。